我们接着看十圣身的课题。前面讲到正教圣身，接着第七讲正行圣身。行有正有坐啊，正坐啊，我们要有能力把它辨别清楚啊，什么叫正，什么叫坐。凡是帮助我们达到主要的目标，这就是正行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有幸的人生闻佛法，在84000法门里面，我们选择了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。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果然我们能够稳稳当当获得往生，这是我们的正行。那么其他的断卧修善帮助我们提升往生的品位，这是坐行，正坐双修啊，正坐都不能少啊。就念佛法门来说，一定要遵守经里面所讲的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净宗法门简单明了啊，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，第一个是信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行。那我们在这三方面努力，这真行啊。经典上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明白，可是有许许多多同学啊，把意思错解了，走偏了，走上岔路了，这个非常非常可惜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教导我们，这个法门要成就，实在讲呢不难。啊，最重要的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。一部经够了，
一句佛号够了。啊，你要问佛号怎么个念法？诸佛如来在九法界现身，没有一定的身相，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无有定法可说。佛只讲原则，啊，讲原理原则。你把原理原则抓到了，坚定信心，永不改变，你这一生决定成功啊。啊，我们以什么经呢？决定要依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经中第一经啊！啊，世尊虽然讲了三经，啊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这三经宗旨不一样。无量寿经是经中概论。啊，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，说得最清楚啊，最透彻啊。啊，这个世界怎么成就的？啊，所以无量寿经上有极乐世界的历史。有极乐世界的状况，一真庄严。啊，有讲到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日常生活，啊，修学的状况，啊，成就之后，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，啊，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。这个经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是在讲呢，是《无量寿经》的补充。啊，特别补充两种，一种是理论，一种是品味。啊，无量寿经讲往生只讲三辈往生的，观经里面讲九品，啊，他就讲得详细了，啊，所以值得参考，啊，尤其是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经》注解上品上生这一章里面，你要读了之后，你对极乐世界信心坚定了，绝对不会动摇了。啊，经过去讲过，啊，有刘德有录像带呀，啊，上品上生这一章，啊，就是这一部分，我也单独讲过，啊，好像都有录音带流通，啊，佛说阿弥陀经的，这个经呢，这部经的宗旨啊，是世尊大慈大悲。苦口婆心，真的叫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劝导我们发愿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净土三经。至于往生论，那是天亲菩萨他自己修学往生的心得报告。值得我们做参考。那么依照这些经论去修学，这正行。如果对正行没有任何疑惑了，正坐是一样的，不必再用其他的方法来辅助，也不必用其他经论来辅助，一门深入，决定得生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这是正行。正行里面我们特别注重这个行。行是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。你要能解。正就像华严经一样。能信能解能行能正。这就深深了。经典里面教导我们的一定要做到。教我们放下，我们一定要放下。教我们要做的一定要努力把它做到。无量寿经跟观经里面都讲到舍善。舍善是修行的根本，一定要做到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在家同学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痴，不嗔，不痴。这个东西不是天天念的，起心动念之处一切时一切处，念头才一动就能提起来，就可以对照与十善相应，应当做；与十恶相应，不可以做。断恶修善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你佛念得再多，念得再好，心行不善，去不了。你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格格不入啊！人家纯净纯善呢，你不净不善呢，你到那去怎么办呢？不必签单呢，自己不好意思住，住不下去啊。所以佛不会来接引你。佛来接引你的一定是纯净纯善。维摩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心净则佛土净。我们用这一句佛号。这是一种方式方法。一定要念到什么？念到把自己的清净心念出来。把自己的平等心念出来。清净平等念出来，自自然然觉就念出来了。无量寿经上的经题，清净平等觉。
真行深深。啊，那印祖教导我们的，啊，教我们读《安思全书》，啊，读《感应篇》，读《了凡四训》，是助行。啊，这些什么帮助我们身心因果，帮助我们断恶修善，帮助我们增长信心，啊，增长愿心，啊，自然就能把经中的教诲变成我们自己实际上的生活行为。啊，这是真心啊。啊，所以念佛这个声调，啊，声调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念法，啊，你不必问哪一个好，哪一个不好，啊，不能有分别心，啊，各种方法都好，什么原因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像吃东西一样。个人口味不一样啊，酸甜苦辣咸，这是总数啊，里面还有度数的差别啊。那比如说有人吃辣的，有人吃的很辣，有人是有一点点辣味就很欢喜了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念佛啊，那什么样的佛号好念得好呢？啊，这要看自己啊，这种声调自己念得很欢喜，念得心清净，念的心呢不生烦恼，这个声调对我就好啊，不必去学别人，学别人的声调，自己的妄想杂念还很多啊，所以这一试验呢就明白了啊，就知道哪一种方法对自己是好。法门经教都不例外啊，啊，就是学一部经吧，学，譬如说我们学弥陀经，每一个人喜爱不相同啊。啊，我对于弥陀经古大德的注解啊，最欢喜的是藕益大师要解，我讲过几遍呢，我非常欢喜啊。啊，其次的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我也讲过两遍，啊，两遍都讲圆满。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，啊，留的有录音带。啊，那么将来有机会，我会再重讲一遍。啊，现在再讲，跟那个时候境界不相同。啊，会更有味道，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就是同样一部经呢，古经这么多注解，哎，这奇迹，啊，哪一个对我最奇迹？啊，我在这里头还是有选择啊！啊，最奇迹的什么呢？欢喜心。容易学习啊，容易开悟啊，啊，所以记住佛没有定法啊。最近就有很多人来问我啊，念佛这个声调，我就告诉他这个原则啊，怎样使你自己真正的清净心，
你比如说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就教我们很多啊，念佛呢不要用念珠啊，为什么呢？用念珠啊，一面念佛一面计数啊，心不专一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我们念佛念一声拨一个珠子，啊，一圈念完到头了，哦，这108声了。哎，他自自然然就有这么个念头起来啊，这念头叫大闲刹。这个念头就把我们这个功夫破坏了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的时候连恰念珠都不必。啊，但是念珠可不可以持呢？可以。啊，我们一面念佛了，一面可以恰珠，恰珠不计数。我的用心在佛号上。啊，那这个珠放在手上是什么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念佛。这个好。啊，这是自度。同时呢，哎，叫别人看到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他在念佛了。啊，那个人呢，阿赖耶识里头佛的种子种在心上了。是度他了。啊，所以带一串念珠，啊，这个挂在脖子上或者套在手上都好。啊，有些人问，这个居士啊，可不可以这个念珠啊，像出家人一样戴在这个脖子上？问我可不可以？啊，我的答复是当然可以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要说不可以，出在哪个经上？没有。经常没有说 啊，所以这是一种习俗啊，没有经论做依据。那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经论，经论里面不许那我们就不做，经论里面可以做的我们都可以做啊，经论没有这种说法啊。尤其佛法是清净法，佛法是平等法，佛法总的纲领原则是利妄相分别之中。你要抓住这个总纲领呢，总方向啊，总原则，你就不会走错路了，不会误入歧途了。啊，不论是哪个宗派。啊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宗门教下一个原则，啊，清净心呐，啊，所以三皈依是共同的，修觉真净，啊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啊，这是总的纲领。啊，初学佛的人对于教理涉猎不够深呢，往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。啊，外面人说，哎，这个方法比你那个方法好啊，他心就动摇了。啊，就要改方法了。啊，他能不能成就呢？那肯定不能成就。为什么呢？他心没有根。啊，他的信心啊，是随着外面境界变化的，这怎么能成就？啊，这个是最大的忌讳呀。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劝大家去念这个善导大师观无量寿经
上品上生那一章的注解，你去看，他那是叫我们坚定信心啊！不要说一般人来说啊，还有比这个更高的法门。他说，就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给你讲，都不动摇。可以跟阿弥陀佛说，我在这个弥陀经上选的这个法门，我不想再改了，我就这个法门学到底，决定成功。啊，凡是随风转的，心里不踏实，存有侥幸之心，啊，总认为说我学这个法门靠不住。哎呀，他那个法门好，他那个法门快，啊，他那个法门是不是真的好，真的快呢？还不知道。啊，没做过试验呢。啊，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。决定不改，你们想想看，他这里都有很深的道理，啊，深在哪里呢？深在得定了，不动摇了，那就是定啊，定生慧，啊，慧就能对内照见自信，对外照见无蕴皆空，啊，他就成就了。这三心二意的人，心是永远在浮动，一生不会有成就。啊，往生都靠不住，啊，都没有把握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懂得了，你绝对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。啊，像前几年。海内外无数的声音反对夏莲居的汇集本啊，有很多人寄了这些什么杂志报纸啊，啊，甚至于还有这个光碟寄给我，我通通拿去烧掉，我不看，我不会受影响啊，我说了一句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一个人还是依教奉行。你要问为什么呢？老师传给我的，我有师承啊。你们不是我的老师啊，我不能听你们的话了。做学生，做个好学生，就听老师的话。啊，这个本子是李老师传给我的，我要是改变，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？那我的罪名昭彰啊，背师叛道啊，这个受不了啊！天下人毁谤、侮辱、谩骂没关系啊，那背师叛道啊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，所以至少我在这个风暴当中，我能够如如不动啊，我坚定是遵守着老师的传授啊，师生的大道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啊，啊，老师对学生信得过，学生对老师也信得过，决定没有疑惑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师生的关系跟父母一样啊，没有差别 啊你要问我所学的啊，这个修学的成就，这就是成就，这就是成就的表现啊，没有这个冲击，这个表现还显不出来啊，这么大的一个冲击，这个沉寂就显示出来了，如如不动啊。
啊，我天天还是读诵啊，天天还是在讲解，不受丝毫影响。啊，这是老师常常教导我们，世尊留给我们的四义法，我们依教奉行，等于没有离开世尊。啊，四句第一句，以法不以人。啊，人说的这靠不住。啊，法是经典。经是佛说的，啊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啊，这一句好啊。佛知道将来经典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传呢，一定有很多的译本，啊，译本译的不一定是跟原本完全相同啊，没关系。意思对了就行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讲经啊，一佛如是，长讲、短讲、深讲、浅讲都可以，只要意思没有讲错，一意不一语嘛，啊，一了意不一不了意，什么是了意呢？最起我根基的就是了意，啊，不起我根基的，我学起来很困难。这对我就不是了义啊，我要学得很容易啊，很快乐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，这了义啊，这是教给我们这么多经典里头，你去学哪一部经，你去学哪一个法门啊，那就是对自己决定有利的啊。第四叫我们一知不一识，这句话重要啊。知什么？现在讲理智啊，事实感情啊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要离一理智，不可以一感情啊，一感情就坏了，一感情就起烦恼了啊，一理智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那是佛教的嘛，我们要守啊！啊，至于人与人之间往来，啊，我这些年来，在许多国家地区，跟不同的族群、不同宗教往来，关系都不错，啊，都很好，啊，就有人问我，啊，净空法师，你用什么方法？啊，跟这些人相处得这么好啊？我这方法是佛教的啊，佛教的什么方法？四摄法啊，我讲过多次，四摄法要用现在世间人的话来讲呢，就是交际法啊，公共关系法，公关法啊，你怎么样跟大家往来，你怎样用什么方式来交际？佛给我们讲四个原则啊。第一个布施啊，这个布施跟六度里面的布施不是一个意思啊，名词相同，意义不相同啊。六度里面的布施主要是度艰贪呐。那属于正行啊，那四摄法是助行啊，不是正行啊。四摄法里面的布施，就是我们中国俗话常讲的，哎，请客送礼啊。中国人常讲礼多人不怪呀，啊，跟人一定是礼尚往来啊。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一定要主动的援手啊，要去帮助他啊，这是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啊。第二个是爱语啊，爱语你去想想看，
无论在他面前或者在他背后，决定不能以言语伤害。啊，即使他有故事，我们听清凉大师的教诲，啊，不说人故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知道啊。啊，有许多真的是佛菩萨来实现的，你看到好像他做的是过失啊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他在救人啊。所以清凉大师讲，现在在这个道场里面、社会里头，叫龙蛇混杂了。我们是肉眼凡夫啊，没有能力辨别。啊，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，啊，赌场里面的赌王是菩萨，啊，他在那干什么？他在那渡那些迷在赌场里这些赌徒，他有他的善巧方法让他觉悟，啊，再不进赌场，这菩萨了。哎，看他的行为上，哎，不善事作恶，实际上他心地清净慈悲，在那里度那一类的众生。啊，就像华严经上啊，这个示现贪嗔痴的这三位佛菩萨了，我们凡夫不认识啊。所以哪一道理呢？都有佛菩萨示现在其中，我们不认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都把一切众生当佛菩萨看待，就对了。啊，就没有过失了。你做恶，我你是在示现，你是来提醒我。啊，孔老夫子说嘛，三人行必有无私嘛，善人。善人呢，我看他行善，我要学他。恶人造恶，提醒我。啊，我有没有这个恶行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善人恶人都是我的善知识，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断恶修善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样就没有过失。啊，叫爱语啊！啊，他可以回报我，我不能回报他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决定要给这个社会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别人回报我，我也回报他，这是好样子吗？这不是好样子。啊，别人回报我，我不回报他，啊，这才是好样子。啊，社会大众都能用有这种包容，我们的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啊，啊，就能化解冲突啊。啊，第三个是利行，啊，利是利益，就是我们所作所为，对社会大众决定有利益，决定没有损害。这佛教的。第四一条叫同事，同事有两种说法。啊，第一种古大德常讲的。啊，你要度众生呢，一定要跟众生和光同尘。啊，这是法身菩萨，他行，他搞杀盗淫妄没关系，啊，他是示现，
好像唱戏一样表演，他的心地就清净一尘不染啊，他是在这个里头度这一类众生行啊，这同事啊。那我们凡夫学佛的，我们不能跟这些人同事啊。那我一是我又一个说法，我们要跟佛菩萨同事，那决定错不了了啊。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他起的是什么心什么念，他说的是什么，他做的是什么，我们要学他啊。所以我们跟佛菩萨同事，跟祖师大德同事，跟真正善知识同事，这哪里会有过失呢？啊，所以我这个方法都是佛教的嘛，我会用，啊，我能够落实，哎，产生了很好的效果，啊，所以四摄法用在家庭，一家和睦啊，家和万事兴。啊，用在你的公司行号，你的事业一定是一帆风顺。啊，哪一个人会用，哪个团体会用，他就得利。啊，用在国家，这个国家一定富强。啊，佛只讲这个原理原则，我们要会用。啊，所以四摄是属于住行啊，前面正行呢，这个第八是正住甚深呐。啊，这个正住里面特别着重在住啊，为什么呢？前面第七已经讲了正。啊，此地正住，这个正是陪衬的话，啊，重点是在住。啊，那么有这个地方已经明了，菩萨行正行，十六度啊，啊，其余的无量无边修行的原理原则，修行的方法，通通是属于住修。啊，那我们最平常最普通的说法，三皈五戒十善。啊，刚才我讲的四十都是属于住修。正住甚深呐，啊，正的意思深呐，住的意思也深呐，啊，能够帮助自己成就自己的真心，也能够帮助别人成就别人的真心，啊，所以说甚深。啊，第九，这总结到了一道甚深。啊，这是大乘原教里面所说的。禅宗有一句话说：“十得一，万事毕。”啊，一道是什么？一心。一心的啊，大乘教里的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列无为也然这个境界
凡夫不懂啊。啊，所以后面第九、第十啊，这不是凡夫境界。啊，二乘也不懂，全教菩萨也不懂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学习的课程。啊，这里头有一道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凡夫怎么样来学这个科目呢？啊，凡夫里头有一种上根立志，烦恼轻的人，智慧长的人，啊，前面讲这部经学习对象啊，哪些人能有资格学这部经？清凉讲了十种啊，十种人呢、啊。最后一种叫大心凡夫啊，大心他能体会一道深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心量小的人不行啊！啊，什么叫心量小？分别执着放不下的人，难了啊！他不容易，必须把分别执着淡化了。知道什么呢？整个宇宙之间只有一道。这一桩事情，现在科学家啊，好像呢也发现了啊，发现这个这种迹象。我们到经文的时候再跟诸位做详细报告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个体，不但体是一，相也是一，作用也是一，可不可思议啊。一般人讲体是一啊，勉强还可以接受，你讲相是一啊，作用是一，没有人会接受的啊。这个意思深了，真相啊！《般若经》上说的好啊，啊，六百卷大般若，我看过一遍，做了个总结，十二个字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世尊讲了二十二年啊，说出宇宙诸法实相啊，实相真相啊啊，确实太深了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。幕后第十佛经深深啊，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大乘教里面用四个字来说明，叫不可思议。这一句话深深啊，
不但不能说，还不能想。啊，想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言语是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利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佛境界就在眼前，你才能切入。你切入之后，你能够了解，你也说不出。啊，你也没有办法想象，这不能想的。啊，所谓是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啊，你开口错了。你起心再动个念头，已经跟真相相违背了，不是这个真相啊。那么这些理事我们都留在经文里面给诸位报告啊。我有另外一个方法来跟大家说明啊，那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啊，来说明一道甚深，来说明佛境甚深啊。现在科学的方法呢，我们是可以想，可以说啊，可以想，可以说，只是说到一个方法，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说到一个方法啊，能不能说到真实，说不到。你要想切入真实的，你要把这个放下啊，放下才能切入啊。啊，不放下了，用科学的方法了，你只能探讨一个线索，哎，有这个可能，你没有办法亲证。啊，亲证其如，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，这个就难了。啊，我相信你也很想放下，啊，我也很想放下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偏偏放不下。啊，那个妄念是一个接着一个。永远不停的啊，这就是失望的。我们被这个东西害了，害得我们不能明心，不能见性，不能入佛的境界，不能入一道甚深，就被这个害了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总的原理原则是修定啊，绝对不是说只有禅宗才修禅定啊，只要是佛法，不管是大乘小乘，贤教密教宗门教下，通通修禅定啊，只是名称不一样。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手段，不同的方式，通通修的是禅定啊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是法平等的，那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。那我们今天采取的方法是用持名念佛修禅定啊，刚刚得禅定的时候，这很浅的，刚才这些功夫成品啊，真正得到禅定了，那叫四意心不乱啊，到甚深禅定了，就是这个地方你能够切入一道，能够切入佛境了，
那样深的禅定叫理业心不乱啊，所以在经中啊，名称不叫禅定，叫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有四一心，有理一心啊，有功夫成片啊，你才晓得所有法门通通修定的，不是定不能起入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只有定才能起入啊，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是方法不一样，原理一样，方向一样，目标一样啊，通通都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所以才说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